哥，拍摄，我借问一下，我想要牵一个艺术手，你感觉？沈悠悠很好开，他的车子毛病很少。空间比较大，舒适性比较好，视野整个更宽广。一天晚上了，睡车上啊，离不开他。车子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伙伴，谢谢你。讲实话吗？讲实话，就越来越爱他。